美的。我刚刚在这边，我刚来，我这边已经拍了50张照片了。拥有可爱童颜的宅男女神谢洁玲玩起直播与粉丝互动。对嘛，我们负责烤肉，你知道负责烤肉的人总是特别瘦，你看我们俩瘦不瘦？进入大型 3D 拟真烤肉场景，坐在烤盘上，人人都像被照了缩小灯。还有邱红谷，台中国家歌剧院不能烤肉的地点，透过创意地贴过过干瘾，非常的有创意。现在想到歌剧院，歌剧院不是平常就是在旁边哦，就是唱歌的吗？所以我觉得来这边一定要记得打卡。过中秋烤肉趴已经不够看，知名酱料品牌想出新梗，让人人都能是网美，搞怪可爱，毫无违和感。这很让人家感觉很想去那边烤肉，对啊，现在坐在旁边烤肉的。兼具科技感与艺术美学的 3D 地标烤肉景观，9月21到24号为期4天，在北中南3D 皆有展出。民众搞怪疯拍照、上传照片，还有机会抽游戏机，也成了今年中秋最夯的人气话题。三立新闻邱瑞阳台中报道。